先生，太太让我给你买的梨。梨，再清楚不过的暗示。钱志峰知道这是让他赶紧逃离，可如果自己走了，韩彩衣怎么办？钱志峰可以肯定，他是故意从楼梯上摔下的，他在用他和孩子的生命为自己争取逃离的时间。您昨天不是说了想吃梨吗？太太说让我给你买了，我都洗好了。你回去告诉太太，说我姑母在身，完了事儿我就去看她。你让她记住，不要为我担心。继续好好谈谈行吗？完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怕你呀？嗯，我怕你，我是怕得要命。我问你，我要如果完蛋了，会对你有什么好处？钱先生，我忘了跟您说件事儿。我呀，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支枪对着你磕脑袋，大，那血呀满屋子都是，哎，好像就是这间屋子。是谁吗？许庆宁。你从这儿出去，我保证不再为难你。那我还得谢谢您。可是我想为难为难您啊，我就想啊，跪在这儿给我磕仨头，再管我叫一声爷爷。钱先生，这杨队长马上就要来了。杨队长，你就这么不肯多陪我待一会儿吗？没有，我愿意，这是我的荣幸。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请讲。你跟太太结婚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要孩子啊？哎，要孩子干什么？有孩子不好吗？养儿防老啊。那，你姐夫，咱们站长，不是也没要孩子吗？我姐是因为她身体不好。其实，我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到后来，
除了我都饿死了。只有我跑出来，攀上一门远房的亲戚。这年头，指望儿子，还不如找一门好亲戚。干我这行的，早晚是个死，有了孩子，还是个拖累。大概是你姐到了，你好好养着。那我告辞了。仁杰，太谢谢你了，多亏了你啊，你是彩姨的救命恩人。甭客气了，这都我应该做的。那您赶紧进去吧，我告辞了。哎，别走啊，我还找你有话说呢。哦。站住，证件。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听见枪声，赶过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这两个人，我得带回去。哎，好，啊，来，都抬车上，快，抬车上。俩兄弟是行动队的，你给他们俩抬到秦主任那里，让秦主任好好验一下尸。是，来，抬进去。这两具尸体是三处枪伤，其中两处是近距离射击，当场毙命。射击距离太近了，子弹贯穿，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查。还有一处枪伤是较远距离打的，子弹留在体内，已经取出来了。那能查出来是哪支枪射出来的？找到枪才能做弹道比对。刘组长，这两具尸体现在已经不用了吧？没用了。二奎，把这两具尸体抬到行动队去。啊！是。这俩兄弟怎么死的呀？就是。啊！看这个人怎么死的？刘死了，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说点什么呀？刘大飞，你们别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前副科长说的是啊，我那个……哎呦，老钱，你可来了，你快看看。你们杨队长呢？杨队长不在。钱之峰，我问你，你什么意思？这俩兄弟是不是你们行动队的？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废话，是不是你杀了他们？我要杀他们，我还敢来到这儿吗？我知道，行动队这帮兄弟都情同手足。你们能看着他们死，就坐这儿不管？甭跟我废话。我现在就问你，他是谁杀的？你告诉我谁杀的，现在就弄死他！哼，杨队长不在，你敢吗？
钱志峰，我要告诉你，我们替兄弟报仇，我们杨队长也不能说什么。是，就这么说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凶手就在咱们苏州站，而且还就在隔壁。王八蛋！这凶手进来的时候，门卫已经把他的枪给卸了。秦主任正在做弹道比对，怎么样？就是这把枪，弹道痕迹一致。这俩兄弟就是被这把枪打死的。我说的没错吧？你们看着办吧。这枪是你的？是我的。确定吗？我确定。是我去你的！敢跟我们作对，见了杀我的兄弟！打！兄弟们，打！兄弟们，给我打！揍他！打！还有我们兄弟！打死你！打死我！揍他！打他！谁？去！是，心痛。你说什么？大点声！大点声！我有金条，我给那两位兄弟。我上早饭，我有金条，秦组长，看一下够不够弟兄的丧葬费。兄弟每个人都有份儿，顶多挨骂，队长能把咱们毙了？就是，咱们这是给冤死的兄弟出气，这算什么罪过？就是砸死活该。对，砸死活该，这种人就该死。哎，让一让。
让你们下手这么狠的，他是打死你们两个兄弟，我只是让你们教训他一下。现在人死了，金组长，这事儿我看啊，还是你自己去向你们杨队长解释。哎，老钱，杨队长。队长，队长，你听我跟你解释，其实这事儿，我们，混蛋！对不起。杨队长，刚才的事情，刚才什么事情？就是姓乔那小子的事儿。哎，谁让我看见了，我也不能不管呀。看来我得感谢你了。嗨，感谢谈不上。我们情报科跟你们行动队是一家人嘛。可问题是我奇怪了，这乔三儿是侯明德的人，他怎么会突然对你们行动队的兄弟下手？你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怎么了？这事儿你没跟站长说吧？没有。好，谢谢。没事了。现在他非常好，继续努力。如果太疼或者受不了，就再找我。我现在就受不了了。按照你们中国的说法，你现在才开了两指，啊，慢慢来，不用着急。开几指才能生出来啊？是指，不过你在一个钟头内已经开了两指，算是非常快的了。如果他以后饿了或者太累了，给他吃两块巧克力。哦，好，好的，好的，好，麻烦您了啊。一会儿见，彩英。好，我不想生了，我不想生了。彩姨，你说这话没用啊！现在你说什么也来不及了。不是，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家这钱之风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哎呀。忍一忍啊，陈妈，先生，太太正生着呢，正太太在里面呢。哎，行，先生，你们生孩子哪屋不能进去？出门要的。哎，先生，哎，志峰来了。彩姨，你听我说，我不想听你说，你给我走啊！你走，彩姨，彩姨，走，一切都没事了，一切都没事了，没事了，啊！彩姨，你怎么了？我不想见到他，赶紧让他出去，让他走啊！让他，你说他怎么对待你了？我让你走，你为什么不走？彩姨，你听我说，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彩姨，
彩衣，好了好了，彩衣，彩衣，我答应过你，一直陪着你，把孩子生下来，好好的，啊，听话。你们俩单独待会儿啊。哎，会没事的。你走啊，走走啊！彩衣，乔三儿的事已经解决了，许清林的笔记也拿回来了，杨仁杰根本没有抓到把柄，你放心，不用再担心了。啊，好好的，好好的。乔三这个人你还记得吗？乔三，记得。今天下午，他莫名其妙的死在咱们站里边了，你知道吗？乔三死了？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咱们会议室里，跟行动队的兄弟在一起。我最后一次见着他，他可还活着呢。是，他好像跟行动队的兄弟闹了点不愉快。说说你知道的情况。啊，是这样，我今天开车路过观前街，突然前面有一群人把车给拦上，我下车就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告诉我说刚才啊这里发生了枪战，死了两个人。我过去一看，这死的是咱们行动队的两个兄弟，我就把这两个兄弟拉回站里，让秦主任检查一下死亡原因。结果发现，乔三用的枪里的子弹和尸体里的子弹是一模一样。我想，会不会是行动队这帮兄弟知道了真实情况，当时太气愤了，下手太重了。你别不承认，你怀疑的所谓内奸就是钱之峰，你排除那两个人是跟踪他的。啊，是去跟踪乔三的。你怀疑到钱之峰是因为乔三？是。乔三说他有证据。证据呢？他的话你也信？乔三说他认识许清林。许清林啊，你是什么意思？我想从明天开始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你今天不是盯了吗？结果呢？如果钱正峰真是共党，那么彩衣怎么解释啊？站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想问您，您对韩小姐真的是无条件的信任吗？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不要有太大的动作，一旦让人发现，你就会进退两难啊。而且让外人知道，他们会说我们站里边不团结。我知道你眼睛里不揉沙子，我答应你，可以安排布控，但是要小心，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明白吗？明白。Thank you.
哎，太好了，申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太好了，啊，谢谢啊。是个男孩啊，你们老钱家有后了。哟，我得看看。哎，等会儿，他一会儿就出来了。我现在必须得看看。一分钟都等不了啊！你让我看看。等会儿，你哎。要不要喝点水？不喝了，这刚喝完呢。吃点水果吧。不想吃。好好好。大姐，哎，来，才艺，尝尝，这是我今天特意给你煲的鸡汤。是吗？嗯，来。志峰，给孩子起名了吗？啊，我跟才艺已经想好了，叫钱思成。思，哪两个字？思念的思，成功的成。梁思成知道吗？梁启超的儿子，就是群那两个字。这都人用过了。您不懂，这是取自《诗经》里面的名句，汤孙奏甲，随我思成，就是祝愿成功的意思。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怎么听着？总而言之啊，是太别扭。有什么别扭的呀？我再喝一口。来来。站长，哎，站长，彩姨最近和孩子都好吗？挺好的。孩子起名了吗？钱思成。哦，哎，站长，我记得彩姨原来有个相好的叫江汉成吧？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彩姨没跟您提起过他？思成，就是思念江汉成的意思吧？什么意思？没有没有，当然，只能说明才艺旧情难忘。文珏啊，你知道我跟才艺的关系，我也知道你一直在盯着钱之峰。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别需要才艺。是，当然当然。嗯嗯嗯，宝贝儿，呜呜呜，乖宝贝儿，好好睡，吃得香，变成一个大胖子。呜，先生，哎呦，先生，太太让您上来一下。走，咱们去找妈妈去。走走走，找妈妈去。来喽来喽来喽。什么事儿啊？来，宝贝儿宝贝儿。陈金峰，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汤啊？什么什么汤？就这个汤，清汤寡水的，一点味儿都没有。咱们家油盐酱醋都买不起了是吗？你不是跟我说你就愿意喝清汤吗？这叫清汤啊？黄豆煮猪蹄儿，一点盐都不放，你尝尝什么味儿，恶心死了。我跟你说啊，月子期间吃点清淡的最好。陈妈，你说是吧？对呀，太太，先生说的对，你不能吃盐太多了，吃盐太多了，孩子喝你奶呀，他会上火起疹子的。奶？根本就没奶，没奶，不对啊，陈妈，
这些天我不是一直都让你放点通草吗？我放了。你前几天还有奶呢。说没有就没有。那好好，陈妈，记住了，从明天开始这汤里啊多放一点油盐酱醋，味道一定要浓。啊？行了吧？你以为我骗你啊？那是我儿子，我诚心饿着他吗？我跟你说，肯定是你的问题，你肯定在里面放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陈妈，听见没有？我都放了呀，这个怎么没奶呢？太太，你让我看看，我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看，天，笑什么呀？太太，你那哪是没奶呀？你那是奶太多了，你看看都胀的，都结成块堵住了。那怎么办啊？这个好办呀，你让先生给你揉揉，那揉开了就好了。什么？他给我揉？啊？我给他揉？对呀，早一次，晚一次，一天两次。要不我给你揉揉？滚！想占我便宜？哼，我要想占你便宜早就占了。你说什么？就你现在这样子，谁愿意占你便宜？怎么了？我这是刚生完孩子，过三个月你再看。你真觉得我胖啊？不行，从明天开始啊，我得绝食。你要绝食了，孩子吃什么？反正我也没奶。你现在不是没奶，陈妈说了，你是奶太多了，你是乳房长块了。你流氓！我没碰你啊。你居然对我说那两个字，什么字？结块的乳房。你还说？我说错什么了吗？那你说我应该说什么？我说胸、奶子。哎呀，乳房是医学上的学名，它指的是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它是第二根肋骨和第六根肋骨中间的这一个区域，它是由乳腺组织、脂肪组织、结缔组织和血管、淋巴、神经构成的哺乳器官，而且是左右对称，是呈碗状，这是科学。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外科手术如何避免对女性乳房产生不良影响的文章。对对对，你就是见过成千上万个光着身子女病人的流氓大夫。成千上万？那倒没有，几百个倒是有。几百个？嗯，几百个，真不要脸。你是不是胀得难受？怎么办啊？还有别的办法吗？我看你还是自己揉揉吧。试过了，不好使。要不我还是找陈妈去。哎，你不帮忙找陈妈，她不齐心吗？几百个是吧？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便宜你了。我可没想占你便宜。行了行了，赶紧的。咱俩得先说清楚了，不是我求你，是你求我的。哎，你这个人怎么得了便宜还卖乖啊？行了，快点吧，闭上眼睛。来呀。啊。
是脸。啊，对不起啊。轻点啊你。什么事儿？钱志峰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没人欺负他吧？哎呦，不敢，我们哪敢欺负钱志？钱，怎么了？丁主任，开会，现在。赵科长回来了，没看见。好，好。啊，站长，袁处回来了，你辛苦了，应该的。来来，坐。我那个蓝色封面的文件夹在哪儿呢？哦，你没给我拿过来啊？在您办公桌上，要不我给您拿去？啊，志峰啊，嗯，你去帮我拿一下，接着把我那水杯拿过来。好。啊，袁处啊。今天开会议题说说财务问题。杨队长，你们行政队花钱如流水，我每次我问你，你都说每一分钱必须要花，花就花吧。成绩呢？是。站长总说我急功近利，现在我改放长线，钓大鱼了。